暗画面只有惊鸿一瞥，却让不少资深观众回忆涌现。温真菱在片中饰演80年代当红偶像和和奈保子。这首歌光听旋律很多人都不陌生，是金岳瑶的经典曲《飞向你飞向我》，其实它的原唱就是和和奈保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和和奈保子。对啊，奈保子来点。那我觉得难怪成龙这么欣赏他。为什么？你注意看一下他像谁。我看看，哎，像谁？像林凤娇啊。啊，小雨点快了依依的眼泪，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心着。两人曾经合唱粤语歌《午夜吻别前》，唱完后成龙还亲了他一下，这个镜头在当年造成轰动。已经退出演艺圈将近20年的和和奈保子，在当年可说是红透半边天，唱跳表演浑身散发青春气息。这回电视影集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找温真菱在中华商场还原当年这位玉女歌手，仔细比较还真有点神似，也让剧迷眼睛一亮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